大家好，新年快乐！随着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我知道大家正忙着为农历新年做出准备。在此，我希望呼吁大家，别忘了继续为绿化环境出一份力。我在此会跟大家分享三种庆祝佳节的环保方式。第一种方法，改造旧家具。我有一个临景区的居民，他向我表示，其实很多旧的家具我们是可以让他们焕然一新的继续的使用。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家中或者是在邻里菜园里栽种一些新年使用的蔬菜，例如生菜、党欧。第三种方法，转送衣物给他人。许多拥有小孩的家庭会知道，我们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非常的快，很多时候他们的衣服很快就穿不下了。我们可以借由社交平台把这些衣服呢跟其他有需要的家庭继续的分享。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